那个王清泉后来还是把球接到了，一出局。刚打击的是林祖杰，现在是一出局。哎呦，轮到的是陈伟志，那防守圈还是趋前呢、啊。嗯，对，一分都不想掉、哦。曾俊彦，哦，来进来来，一分都不想掉，一出局满垒。因为待会不想策动双杀，其实有这个条件。对啊，因为等一下何库也是没有人出局，一二垒有人开始攻的。哇，陈伟志这一棒轰得很远了，反方向又歪方向 over 了，满垒。三个跑者跑回来都没有问题了，就看陈伟志要跑到哪里去。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脚下，陈伟志上到了三垒。哇，陈伟志昨天在九局上半打了阳春全垒打，现在在十局上半突破僵局制的比赛，打了千垒三分打点的三垒安打，8-5，美孚巨人队三分领先。哇，建大功，真正厉害。哇，一个反方向球打那么的远，哦。好恐怖的小巨人，才167公分高的陈伟志，哦，而且蛮低角度的。对。那总共几下紧后？嗯。